的 slime 拼盘，啾啾。我们先做一根透明的 slime 跟一根不透明的 slime， 开始制作吧。那我们家小苏打分水了。接下来要做白色，这样够了吧？哦，有了有了有！以我的目测神准，目测就知道不够。目测我是打磨几次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喽。然后我这里是透明，这里是白色的。这六个是我做，那六个是你做，所以我们今天一人做一半。然后我们要做不同的公主，然后让你们猜。好，那我先想一下。那我开始喽。我觉得我应该是要白的。好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要，我白的要两球。两球，好，那我也要两球白的。那刚好差不多放进去。那我来加颜色喽。需要做的是黄色。我要亮黄色，深色是我的。那我就两种都加，看看会效果如何。对，觉得我的黄色应该会比较多一点，那我把它摆在这里。而且我的黄色啊，会做一个这样 L 型的。哇，好厉害！那我第一个做到这里了，我要做这样的。那第二个颜色会是紫色的。啊！我糟了，完蛋了！血浆。然后我这边加一些蓝。可是我觉得我这颜色会很……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的颜色很深，死定了。我觉得有点失败的感觉。失败感。我的公主颜色没那么黑，完了。我们不一样。好，那我要再加红。我的公主不是这个颜色的，还是我这个先放着，我等一下可能也许有公主会是这个颜色的衣服也说不定。有没有觉得这个颜色太像了？有一点哦。那我这一次来换个方式，一半透明一半白，变半透明的，有衣服半透明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加一点刚刚的失败的蓝，应该会变成我想要的那个色才对。感觉这纸有点奇怪，感觉它的纸好像还要再红一些，不是那么黑耶。它的纸很鲜艳。啊，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不小心加太多红下去了。这个颜色好难做哟，我一开始就做到一个地雷了，怎么办？你自己选的，我没有逼你要做。我再拿一些白色，让它颜色变浅，好像有一点点有希望的感觉。这个颜色有一点点美。好，那我再加一点点红下去。哦，可怕！不是，我告诉你怎样可以。OK 了，我手上有有有有有。那衣服颜色好难哦。臭。不会，我觉得我再加一些亮片啊，会让它更像。然后我要先让这一块黄色先跑到旁边去，而且它是一个 U 型，然后下面比较细，这一块我要放在中间。然后我现在要来加，这个是衣服的部分，太明显了，哇，好美哦，我觉得好像哦，大家有没有猜出来？迪士尼的公主其中一位，而且是很知名的，猜到的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哎，你那两个。你之后会用到的颜色，我好用心哦，做的是 Pokemon 球。好，那大家猜猜看，我们做的是谁？那现在揭晓答案，你的应该是那个美女与野兽的那个 Bear， 那我的呢？你的是 The Pan， 他头发很长，所以就是拖到地上的感觉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你要加一点那紫色的那个粉。因为这个叫亮紫色，所以这边还要一些这个的哦，这样好像哦，你可以用手把它抹开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下一个咯。这个黄不错耶，我们现在自己的世界，对，自己自夸自己的多美多美，好美哦，好像哦，我还要黑色啊。完了，我想到了，我做多一点，这样也许之后会用得到。整个桌子都被污染成黑的了，我的小烫 over 了。我给它做的一片，你不要一直抖好不好？我要擦桌子。Oh my god！ 终于 come back， 有点得救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这个色，太多了太多了，它挤过来了。然后这样子，哇，你看得出来了吗？早就知道。妈呀！干嘛嫌弃它？它没有脸。我们是在做衣服啊。想要它有一点点闪亮。我们瞄它编出来，不然你会说是什么？加一些这个，看起来会很可爱。哦，好美哦，可爱哦，太明显了啦！你要什么？太明
什么有黑色的线？它不在标边呢、啊，补强它颜色，补强它的黑色。其实毁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揭晓我的是什么了。的是那个、啊、白雪。答对了，白雪公主。你的是我看不懂。它上有深蓝跟浅蓝 ，OK。Cinderella。Bingo。我是做它的整件衣服。然后你那梳子那个 Cinderella， 你帮我做他的头发，你要不要夹一下？他是包包头，所以你可以放在上面一坨，或者是你要角落落。你在骗我，越加越奇怪。不会不会，这样你才看得出来。啊、一个包包扶上去，好了吗？还没，我需要一点蓝，把它绑好。什么绑好？什么是绑好？绑好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好，来，我要做下一个。哦，这个粉好美哦，我已经做好了、啊。我来加一下它的衣服。不错啊，我会了。你看我这才会。我这一只完成了。啊，完成了，你猜。有黑头发，应该是花木兰。哇，你好厉害、啊！请猜。你的是那个睡衣。答对，做下一个吧。这个是他的衣服哦。全部，哎，得重做。然后我觉得他的头发也是有透明感，很浅很浅的那种。你看他头发是这样的，而且他的头发很散。好，这样我的应该很明显了吧？然后再看一下哦。我想说做个深绿色，结果的好美哦，自己说自己的。我的这边的那个制作区好不好？现在你不可以污染我的公主。你真的疯了，我想要逃跑，我没有跟你玩了啦，好可怕。我的已经完成了，而且非常的容易。怪怪的，为什么它头发是透明的？因为它的就是很透感啊。我觉得我这边都有黄哎，我等一下来做一个没有黄的，因为太多黄了。这样脸看得出来吗？我看得出来啊，你要填满哦。对，很明显哎，两边平均啊，这样就很像。然后你要加什么？哦，去哦。我猜你的就是艾丽尔啦，不用，不用猜都知道，非常的明显。那我的呢？艾丽莎，答对了。那我现在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现在要做的，做好了。啊，那是什么？章鱼公主。这样子而已啊，没有很难的。你看，我已经好了，来做一下他的身体。啊！我觉得我发生了你刚刚那个绿色的恐怖事件。我刚刚经过了一场战争，我终于调出那个公主身体的颜色。拜拜！哇，太厉害了！公主的身体都做出来了呢。因为这个公主她衣服有一点点像这个颜色的，所以我要来加一下，三个好了。再加一个这个好了，你的太明显了。阿拉丁的公主叫什么 ？Jasmine。好，那我们的下一个，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位公主，这边刚好有她的颜色，所以我就不要再做另外一个颜色就好了。你看坏人系列的，不是，他们是那个迪士尼公主打扮成坏人，是艾丽。我以为是要做迪士尼里面的坏人。可以，它里面坏人很多。很多吗？非常多。坏人史莱姆。哎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好像也不错哎、欸，没有人做过坏人史莱姆，对，没有人做，对，都是做好人的呢。教授，我们来做迪士尼坏人系列。哦，我的爵士没有烂掉了，没有，看起来还是很棒。那做得太棒了啦，我的就是只有那个概念色啊，我不会真的做出他们形状。但是你都有做出那个公主的形状，对，我都，你叫我做的啦。我是虾米，我先做他头发颜色。这是皮肤，然后头发，接下来代替他白色的头发，它就一条，对，一条啊，在这里。这个是披风，这样我看得出来安娜吗？那 Elsa 漂不漂亮吗？对啊，我就跟你讲，它很透啊， Elsa 就是有那种透明感、啊，不能做太不透明色，一定要做得很透明。我觉得她的衣服有那种图腾，所以我想要加一点像这种感觉的东西。哦，你又要做一个真正的形状了。对啊。你好厉害哦！我的都是往这个方向站着公主，你的都是直的，我的是横的。你都是躺公主。对，我是躺公主，也是站公主。不过站公主是很站的意思哦。哎呦，那我安娜就这样而已啦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哎呦。哎呦，我的安娜就这样哎呦喽。
臭屁。我想要让它闪一点，才美。哇、wow, ，beautiful！ 我说我等比你，我的也不错啊。好，我这是只要闪就是美，是吗？那你的脸是闪的也是美，只要够闪就够美，够力就够。你知道做失败之后，就是只要加很多的亮粉去弥补，让它看起来美，就会沉。我的安娜完成了，哦，你的太搞纲了啦，做到整个人都出来了。我的最后一个就是安娜，为什么你最后一个？因为很明显啦，最后一个就是安娜，更明显，增加美丽的时间，就是如果先做完的人，可以把自己的 design 再做更美的装饰上去。做她裙子吗？你太讲究了，做的太仔细了。那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吗？加一些这个很漂亮，轻轻的点。噔噔，我们做完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迪士尼公主系列。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妞说你们喜欢哪一只，现在牌是妞妈的，妞妞的，从上面看下来，从上面很漂亮，下面越来越丑。之后会放一个礼拜之后再来拍看看，他们一个礼拜之后会变成什么样。好，然后我最喜欢妈妈的 Elsa。对，因为它很透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很水很透的感觉。然后我最不喜欢你的安娜。安娜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太丑了。哦，好吧。那你最喜欢我的哪一只？我最喜欢你的艾丽儿。那最不喜欢？最不喜欢的是这一个。然后这个你喜欢？不是，这个我最不喜欢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简直就是把公主做出来了呢！旁边那只也是。对，妞妞的是整个把公主做出来的感觉。可是这个我懒得做，这个是最失败的。为什么花木兰？连她的星星都感觉随便撒的呢？这个是花木兰的头发，她的衣服。为什么不能对她好一点呢？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在下面跟妞妞说。我们之前有做角落生物的，对，这边。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还想要看什么样的闪舞拼盘，我们最多人说的那一个，我们就再来挑战看看。如果想要我们做那个暗黑版迪士尼公主，就是坏人版，喜欢妞妞这边的人加一，喜欢妞妈那里的人加二，喜欢我们做坏人版的加三，不喜欢我们加坏人版的人加四，就是这样。好复杂，还好吧。好，如果我会选一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选，可以选妞妞或妞妈，或者是赞成，或者是不要这样子。就是不要说坏，因为太多坏的坏的坏的坏我讲到。今天影片到这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给个赞。赞，然后喜欢迪士尼公主也要按赞哦。对，本片见，拜拜。噔噔噔，完蛋了，血浆。不小心加太多红下去了，我一开始就做到一个地雷了，怎么办？